小强第一次坐火车，看到火车的包间里坐着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全身上下散发出来的优雅气质，很难不被这美景所震慑。小强当机立断，把行李给拿了过来，无比紧张地坐在了女人的对面。女人叫翠花，现在正昏昏欲睡。小强点了一支烟压压惊，看了看窗外的景色，山河壮观，但也不及眼前的女人分毫。小强就这样痴痴地欣赏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女人的第六感是很敏锐的，翠花仿佛知道有人在看她，就睁开了眼睛。小强马上装着看向窗外，毕竟一直盯着别人是不礼貌的。但小强的眼睛却不太听话了，无意识地又看了回来。翠花也并不反感别人对自己的欣赏，这是对美的赞许。但这绿皮火车里又热又挤，翠花感到黏黏的很不舒服，所以就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姿态，还是躺下舒服一些，所以翠花就这样睡了。而小强一直震惊地看着眼前美景，直到烟屁股烧到了手指头，这才回过神来。小强也感到了自己的失态，马上就走出了包间，透一透气。火车马上就到站了，中途又上来了一些旅客，一个白衣男子上来了，当走过翠花的包间时，顿时就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，因为坐在美女的旁边是大多数男人喜欢做的事。而小强看着窗外，刚一转头就见到自己的位置已经被别人占了，小强的心里瞬间无比的妒忌，心里直骂自己好蠢。小强看着车厢里男人和翠花谈笑风生，好不快乐，所以说胆小鬼是没有前途的。男人见一个失败的男生在外面偷看，马上就拉上了窗帘，这不是你们小孩子应该看的。小强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的怒火。这时列车检票员走了过来，小强马上就说里面那个男人占了我的座位。列车员进去后让男人去别的车厢，小强就如愿以偿，但是刚一坐下，翠花却出去了，而男人也紧跟着走了出去。小强深感自己是多么的失败。翠花去到了卫生间，男人是紧跟其后，小强只能喝了几听可乐，但见翠花还没有回来，可乐喝多了尿急，就要去上厕所，却发现厕所一直被占用，还听到了里面传来很奇怪的声音。车都到站了，小强也只有先下车，哥哥已经在站台来接他了。小强和哥哥已经两年没见面了，兄弟俩来了一个开心的拥抱。哥哥说你的嫂子也在这列车上，这是哥哥新娶的妻子，小强没有见过，但是当一眼看过去，小强除了懵逼还是懵逼，嫂子居然就是在列车上的那个女人。小强当然知道翠花在车上做了什么好事，但依然假装的和翠花并不相识。小强看着翠花和哥哥那相爱的背影，小强的心里很矛盾，不知道要不要告诉哥哥。哥哥开着敞篷跑车飞奔到家，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，大家大吃大喝，欢聚一堂。饭刚一吃完，哥哥就拉着嫂子去休息了。小强看着哥哥和嫂子这么的恩爱，真的不忍心去破坏他们的关系，但嫂子在火车上的行为让小强是如鲠在喉，心里是越来越压抑。小强飞快地跑过草地，来到了湖边，跳进了湖里，打算在水里释放自己的情绪。在湖里遇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小美，两人在水中相识，玩得特别的快乐，让小强瞬间就忘掉了烦恼，不再去想嫂子和哥哥的事。原来小美是哥哥的邻居，就这样小强和小美开始了交往，他们四个经常出去游玩。小强决定保守住翠花的秘密，从此哥哥和嫂子就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了，他们都收获了美好的爱情，真的是羡慕死了所有的单身狗。